来吧，我没有做过行销或业务的工作，只会上网，我能不能学会网络行销？可以啊，只要是人都可以。那我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学得好呢？其实我到现在还一直在学，因为网络工具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那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如果你想学得好，有一些成绩的话，你至少花个一年的时间用心的去打好基础啊。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开始？然后我要学习哪些基础呢？先从制作个人的网站开始吧。做网站会不会很难？你有没有用过 Office 的软体？譬如说像 Word 或 PowerPoint 这一类的软体？有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它很难呢？刚开始会，但是用久以后就习惯了。刚开始会，用久就习惯了嘛。很好啊，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些基础的话，那剩下的就只是观念和习惯，还有去练习的问题。每天花4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怎么操作电脑，对你来说会不会很困难？4个小时还好，我常常上网。如果你愿意每天花4个小时，你一天就可以学会怎么去做一个网站。真的吗？是真的。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我会建议你用 Weebly 的这个平台，一天就可以学会怎么样架一个网站。一天就可以把网站架好吗？哦，不是，我是说一天就可以把网站架设的技术学会。但是网站的内容当然是要花时间去撰写、编排文案，这个包含的图片、文字，甚至是影片。那这些内容的制作当然是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够去完成啊。OK， 我了解了，你给了我好大的信心。那为什么架网站还可以选择 Blogger 呢？ Weebly 和 Blogger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Blogger 哈，它是 Google 提供的一个免费的部落格，那最大好处是免费，空间无限大。然后一个 Gmail 的账号呢，它就可以架设100个不同网址的 blog， 等于说100个网站，而且它可以免费套用自己购买的专属网址，然后呢，它可以套用免费的样板，让这个网页的外观看起来很像官方网站。还有呢，blogger 它是 Google 自己的平台，所以在 blogger 架站的话，它很容易被收录到 Google 的搜寻引擎里面，那你的网站就很容易被网友搜寻到。但是呢，对 Yahoo 的搜寻引擎来说，它并不会马上被收录。那为什么？那在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两大搜寻引擎其实他们是竞争对手，所以你的网页放在 Google 的平台，在 Yahoo 要被收录进去的的确不太可能这么快啊。那但是我要先说哦，它的网站排版方式和 Weebly 来做比较的话，确实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那我会建议初学者啊，如果你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网站架设好，建议使用 Weebly 的平台，那一年大概3000块左右的费用，其实算很便宜了，因为它后台提供非常多的功能，包括你还可以上传影片啊，上传编排的方式啊，都是拖拖拉拉的方式，非常的快。那免费的 Blogger 会不会有被关站的危险？会不会像 Yahoo 啊，还是那个无名的 Blogger 啊，说关就关？啊，那这样以前的努力是不是都白费掉了？这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毕竟免费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它一定要永远存在嘛。那如果你害怕被关站的话，但是又不想花钱去购买 Weebly 这样子的平台，那我想你最好买一个自己的专属网址，套用在这个 Blogger 的网站上，这样就算 Blogger 被关站了，你的网址仍然有效。那当然啦，你的网页的内容还是要去重新制作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至少你的网址是保留了你。那我还听说现在全世界的网络行销大师都在使用 WordPress 的系统在架设网站，那我应该学习这个 WordPress 吗？坦白说，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学习自己架设 WordPress 的网站这个技术会比较容易受到挫折，这是真的。因为你必须了解很多架站的原理，包含这个资料库啊，因为 WordPress 它必须有支援这个资料库啊，还有 PHP 的程式嘛。当然你不需要懂得这里面很深的东西，但是你至少要有这个观念，你才会去安装。那还有懂得虚拟主机，你要去购买虚拟主机，什么叫虚拟主机，然后什么是 DNS， 你怎么去设定这个网址去做虚拟主机的对应。那这个学习的时间可能会比 Weebly 多上2倍甚至3倍的学习时间，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不过呢， WordPress 它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它现在是全世界几乎网络行销大师必用的一个架站软体，因为它有太多的外挂软体可以使用，包含很多行销的工具啊，会员管理系统啊等等很多。不过呢，我还是会强烈建议啦，如果你想要做好网络行销的话，最后你还是要自己架设 WordPress 的网站比较好。
那这个理由我刚刚讲了一些哈，不过我现在来归纳一下。第一个啊，它的外挂软体很多，真的很多。那多多呢，大概有几万、几十万个外挂软体。比如说，像我们比较会去使用的比较复杂的，可能会购物车的系统啊，或者是这个会员的管理系统，甚至联盟行销系统，你都可以自己做哦。你可以自己当联盟行销商，然后把自己的产品请别人来帮你卖，然后你再发佣金给别人，这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个外挂系统，很便宜，很便宜，真的很便宜。那甚至还有这个论坛系统啊，就讨论区，你可以跟你的网友做互动哦，不见得说一定要把这些访客啊、网友啊、会员啊拉到那个 FB 的那个社团去互动，因为在 FB 的 Facebook 里面的社团，毕竟它还是有些缺点啊，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去搜寻你过去的一些问答的记录，这是很困难的。那假设有人留言的话呢，他会跳到最上面去，那他没有一个顺序性，就很难去找到之前人家问的问题还有你回答的问题，没有这个搜寻的功能。那第二个呢，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网址和网站的空间，保证不会被关站。那因为这个虚拟主机是你租的嘛，网址是你自己买的嘛，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人可以给你关站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它的外挂软体啊有很多行销工具可以使用。那什么叫行销工具呢？好，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活动好了，我要做几点竞赛好了，这个齁在 FB 也有类似的那个 APP 可以去使用，但是呢在自己的网站上其实你也可以去做这种使用。我之前有录过一段影片啊，就在讲我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用过一个论坛啊，叫 PHP Win 大陆的一个论坛软体，它就是有一种那个我只要里面的会员去介绍他的朋友进来加入会员的话，他就会一分齁，一个贡献值。那我那时候做一个游戏嘛，就是只要你们介绍100个人来加入这个论坛的会员的话呢，你们就得到100点，这100分。那100分的话呢，我就送一个5万块，价值5万块的软体给他们。我那时候就很多人来参加，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外挂软体哦，这个叫行销工具嘛。比如说抽奖好了，或者是几点回馈，或者是购物车满3000送300。等等之类的这种实体世界的行销活动，但是它在网络上你要怎么去应用？你就一定要有网络工具啊，对不对？你的网站必须要有这类的工具，你才有办法把一些实体的这种行销活动搬到网络上来执行。那这些功能如果你要请工程师去开发的话，那你从无到有，你必须花很多钱，而且你必须花很多时间去沟通。那但是这些呢，在国外有很多现成的软体，只要你专心去研究的话，可以找到很多这样子的软体。那因为是现成的，人家开发好的，是套装的软体，所以相对的价格都非常低。有些可能只要折台币，可能都只要1-2千块哦，了不起几千块，真的很便宜。那这类的工具呢，它可以辅助你做好很多行销上面的一些不足啊，所以我会很建议说，这些外挂软体齁，你如果没有用 WordPress 的话，你在 Blogger 或 Weebly 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啦。那当然啦、啊、也不是没有缺点啦、啊、那因为本来事情就有两面嘛，你要有弹性，要自主权高，那它的缺点就是说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维护这个你自己的网站，这个 WordPress 的网站。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你自己要手动去安装这些外挂软体，将来系统升级的时候呢，你包含了这个 WordPress 的这个主程式要升级之外，你还有这个外挂软体你也要做升级啊。那这个外挂软体如果越装越多的话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齁在使用这个 Windows 软体的时候， Windows 平台啊，比如 Win7 啊齁 Win XP 之前齁，那我们如果装软体越装越多，我们会碰到什么问题？电脑可能越来越慢嘛，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可能软体跟软体之间会冲突，可能 A 软体可以用，装了 B 软体之后 A 软体变成不能用了，或是某些键按键冲到了，快捷键也冲突到了，甚至不能安装等等的问题。那这个在 WordPress 也会发生，如果你今天 WordPress 玩很久了，你就会发现有些软体越装越多的时候会产生冲突的问题。那不过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齁。那所以说网络行销除了要拥有传统的行销观念之外，最大的门槛其实是在于网络工具的学习和应用。
哇，光是架设网站就有那么多要学的东西哦。而且这些都还只是基本功哦。那接下来呢？当你做好了网站之后，你要怎么去行销你的网站？你要怎么去大量曝光你的网站？还有怎么去收集客户的资料？然后怎么去跟进你的客户？然后怎么和客户建立关系？这些都是网络行销必须长久努力的重点哦。好吧，那我就只好继续学习哦。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慢慢来讲到有很多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还有网络行销的一些方法。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慢慢的透过这些影片的介绍呢，可以让你了解其实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一触可及的，你不要相信外面说什么速成班啊，一天或一个下午就教你学会网络行销，这是不可能的嘛。你想一想也知道啊，你架一个网站一天就要架好吗？那不可能啊。你了不起一天知道观念那已经很好了，你知道观念之后你要实做，你实做怎么可能一个下午一天，那不可能啊。你光是观念要厘清之后再去实做，然后再把网站架出来，然后你还要去导流量，然后刚刚讲的那些步骤，其实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你花个一年的时间其实不为过了，一年的时间你慢慢把这些东西学会，那你会发现哎呀，原来网络行销还是必须学会这些步骤。那有了这些步骤之后，再去假设你之前就是一个行销的高手，或是你有从事过一些行销工作的话，那你会驾轻就熟，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实体的动作，譬如说我要举办什么活动，我搬到网络上来做的话，我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诶，我必须要找到什么样的工具是符合你使用的。好，那之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影片介绍，让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我们一起研究，谢谢大家。